欢迎大家收睇呢一场比赛。嗱，今晚嘅天气咧，三个字，冇得弹啊！而观众席上球迷嗰啲气氛咧，亦都系同个天色一样咁好啊！我哋都感受到咧，即系球迷咧对呢一场波会有几咁期待噶啦。始终系一场好大型嘅赛事嚟嘅。好啦，咁啊喺比赛开始之前咧，等我哋睇下先，有冇球队嘅最新消息可以送俾大家咧？非常令人难忘嘅一个球场，比赛都多咗分色彩啊！场波开始咯噃。全个波入嚟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真系好波啦！邦劳斯抢得好啊，应该要睇实呢个球员噶。米拿拉斯传波入禁区，卢卡古。哈薩特鬼蘇，這個直線靚啊！鬼蘇是不是要起腳呢？龍門一腳送大禮給對方都有的。哇，龍門口這個球都不入，我是不是眼花？阿神，阿勒当拿打出上前啦，阿勒当拿起脚，嗱，俾你攻多次，入网。阿勒当拿飞埋去攻入呢一球。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系咪？嗱，够胆冒险咪有咁嘅机会啦。僵局打破了，而家比数是1-0。呢个球员天生就是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高空传球，列卡度洛迪古斯，卢卡古，差不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啱啱先话失咗波，话口未完就拉翻翻嚟啦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维列道，维列道，米拿拉斯，碧咸做得好，解除危机啊！华美伦，特利比亚。距離估計錯啊！邦劳斯踢翻个波出嚟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讲得好啊！不过送个角球俾对手啦，要守门员单锤打出，浪高个波，后锤一摇，辛辛苦苦啊追个波翻嚟。不過最尾又拍咗 Q， 呢個比波咧要很好嘅眼界，凹個頭凹得咁靚。洛迪古斯，邦勞斯，邦勞斯。
軒達臣。哦，上半場完咗噃，頭四十五分鐘啊幾刺激啦！目前雖然得一個入波，但係比賽嘅戰情係精彩嘅。哇！上半場踢得又好，又領先，我諗 fans 都應該收貨㗎啦。哇！上半場踢到咁咧，真係講都冇人信啊！相當期待下半場啊！比賽進入下半場，在領先1-0的情況之下，他們可能會踢得保守一點，未必會太過積極上前，看他們怎麼踢。球波傳向左翼夏薩特，這個球搶得不錯，馬勒當拿位腳直線，沒有越位，盧卡古這球球撲得好，盧卡古完全沒有犯錯的，但龍門技高一籌，球現在在盧卡古道，球甩了出來，德利比亞韋素整腳直線，維列道一個長傳上前場，向右翼傳出，試下壓埋去啦，機會嚟啦，唔錯唔錯，有啲睇頭啊！呢個時候仲講咩陣式啊、戰術啊，去啦，冇其他選擇啊，一定係咁。軒達臣向前傳出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截走個波啦，一腳踢走呢個波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可以解圍啊！軒達臣、德利比亞整腳直線，馬勒當拿試下壓埋去啦，德利比亞空咗喎，跳高一跳彈翻出嚟喎，如果頭先入咗，咪領先兩球咯。真係好似死過翻生咁啊！不過睇佢哋個樣咧，好似仲未驚完啊！而家就等緊換人。啊，今日佢踢得係好落力噶，所以咪搞到而家冇咩體力咯。維列道、米拿拉斯喺右路突破得唔錯喎，而家又點咧？米拿拉斯，時間越嚟越少啦，佢哋要快啲諗下點樣將個波咧係放入禁區裏邊啦。佐迪艾巴傳中，呢一個係最後一球。又清除多個障礙啦，打入四強，離冠軍咧差些少啫。場波係贏得好濛水嘅，不過咧我哋都要咁樣睇嘅。其實佢喺領先之後防守得好好啊，保持住個領先優勢。咁我哋都係時候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多謝曬 Keyma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多謝。